大家好，感恩节快到了，这已经是疫情之下的第二个感恩节了，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。每一年到了这个时间呢，我们都格外的要来数算主恩，向主献上感恩。那最好的感恩方法就是把主的恩典更多的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就是可以利用泥土音乐的网络音乐会来传福音。我们将在感恩节前的这个周末举办一场 YouTube 的音乐会，这次是圣地牙哥主恩堂邀请我们来举办的，但是呢是在 YouTube 上开放给全球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啊。那时间是美西时间的11月20号礼拜六晚上7:30开始，台湾香港的时间就是11月21号礼拜天早上的11:30开始哈。所以不管你的亲朋好友是住在世界哪一个角落，都可以算好当地时间上线来参加，只要他们上到泥土音乐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来观赏这场音乐会。那音乐会里面有许多好听的诗歌，感人的见证，同时也有 Live Chat 跟您现场互动，所以非常欢迎您转发我们音乐会的消息给你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让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愿上帝祝福你们有一个平安愉快的感恩节。